我就听见有人在喊救命啊，但那个声音也不是那么特别清楚，听着咔嚓一下就连人带兵就走下来了，在里头待一分钟就一分钟危险。他趴在那个顶面塌了一块，我趴这块呼噜噜响的，就要也是要塌了。他一直扒在那儿，他如果突然间扒不住怎么办？我们就根本没办法，那不只能眼瞅他就消失了。2021年2月5号晚上9点，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海拉尔分局健康街派出所接到群众的报警。报警人称，他们在散步时发现有个老人掉进冰窟窿里了。目前老人扒着冰面不敢动，但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，需要民警立刻赶过去。我们有个习惯，每天晚上基本上没有别的事情，我们就出去遛弯走一圈。这里就是白宝玉和好友阿拉德尔图经常散步的河道。2月5号晚上，室外温度低至-30摄氏度，异常寒冷。正当他们准备走回家的时候，从暗处传来了一声微弱的呼救声。我那个冬天嘛，我们捂得比较严实。白哥说：“哎，好像有人喊救命。”我说：“我没听见。”我就听见有人在喊：“救命啊！”但那个声音也不是那么特别清楚，距离也长一点。完了，我就跟阿拉德尔图说：“哎呀，好像有人喊救命啊！”再没听着。完了，我们就加速往前走。阿拉德尔图记得，当时自己还跟白宝玉说：“肯定是他听错了，这么冷的天除了他们，不会有别人了。”快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这个声音就很清晰，他就说：“救命啊，救命啊！”白宝玉和阿拉德尔图赶紧向呼救声传来的方向跑去。他们发现在距离岸边5-6米的河道中有一片黑色的区域，可以隐约看到流动的河水，这与周围冰面上白色的积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真有人喊呢，我俩就赶紧往前跑，挺黑的，完就跑过去一看，这河里真是露个脑袋，有人喊呢。他们赶紧跑过去，发现一位老人正在艰难地扒着冰面，这样冰冷的河水，老人肯定撑不了多久。他们想找一些大的树杈把老人拽上来，可是大的树杈没有工具掰不动，小的树杈掰得动却不够长。经常夜跑的徐浩也发现了落水者，赶紧跑来加入了救援的队伍。我在后面，然后那个树在前面，我抓住他的腿。为了和老人接触上，阿拉德尔图和徐浩一前一后贴着冰面匍匐前进。他们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冰面下水流的波动。阿拉德尔图说自己从小就很怕水，不会游泳，万一身下的冰面碎裂，恐怕他的处境还不如扒着冰面的老人。但当时他只想着一定要将树杈递到老人手中，把他拽上来。我俩就爬着进去，就那个跟那个人就接触上了，他那树杈塞到他那手里了，我就往外拽，那小子也冲我脚往外拽。正当他们用力要将老人拽上冰面时，意外发生了。第一次拽以后，他冰面塌了一块，他趴在那个冰面塌了一块，他这个往前扑动，再找个能拖住他的冰面拖住了。我趴这块扑扑扑响的，就也是要塌了。冰不是那么太厚，它是底下是流水，咔咔裂纹的声音，你能感觉到，就是轻微的颤抖你也能感觉到。我说这样不行，但那水挺深的，我也不会水。我说咱不是办法，咱采那个采取点别的措施。时间在1分1秒的流逝，眼看几次尝试都不成功。白宝玉赶紧报警，与此同时，为了帮助老人保持在水面上，他们不断搜寻小的木板、树杈，希望可以增加老人在水中的浮力。正在巡逻的杜浩鹏和同事们接到警情后，火速赶往河边。提起当天处警时所经历的事，至今仍印象深刻。人在哪儿呢？
们根据报警人提供的信息，第一时间赶到了河边，却没有发现落水者。我们三人一路小跑跑到了这个河边，到这河边的时候，因为天气非常的寒冷，这当时这个河水已经都结上了冰，冰上面还有一层厚厚的雪。我们三人在这个冰面上寻找这个落水人员，没有发现有人落入水中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呼喊，看能不能让落水群众听到我们的呼喊，然后喊了半天也没有收到一个回音。我就听见有人在喊救命啊，但那个声音也不是那么特别清楚，听着咔嚓一下就连人带兵就走下去了，在里头待一分钟就一分钟危险。他趴在那个冰面塌了一块，我趴这块噗噗噗响的，就要也是要塌了。他一直扒在那儿，他如果突然间扒不住怎么办？我们就根本没办法，那不只能眼瞅他就消失了。找不到落水者，民警们十分着急，赶紧与报警人取得了联系。经过进一步确认，才得知报警人提供的事发地点信息有偏差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往落水点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们三人是从沿着这个冰面上跑到了河的对岸。当时特别黑，我根本就看不清。由于落水点在河的对岸，为了大大缩减营救的时间，民警们选择沿着冰面一路小跑。在黑暗中沿着冰面搜寻，民警们面临着落水的危险。是我跑到中间的时候，我应该是沿着这靠边上跑的，我都听着有裂的声，我就没敢再往边上跑，我就往中间那头跑。张修成说，当时他的每根神经都紧绷着，随时关注着脚下冰面的变化。就那个河西岸跑过来几个黑影，估计就是收到报警的警察，就喊的在哪儿在哪儿。我说在这儿在这儿。跑过来之后吧，完就看到确实是有一个群众落水了，而且当时这个已经就是到脖子了，这个水。有绳子吗？在。民警们赶紧将随身携带的警戒带抛给老人，希望他能抓住警戒带并缠在身上。在。但是因为警戒带比较软，抛了几次都很难准确地抛到老人手里。而此时的老人已经被冻僵了，无法配合民警的救援。几名民警一边尝试抛头，一边向派出所120急救中心请求增援。而我们第一时间想的是，能不能抛头这个警戒带把这个群众给拉上来。很快，另一批前来支援的民警也赶到了落水点。当时我们看这个老人冻的身上已经是快接近透支的那个，也到自己的极限了。当时我看他一只手抬起来，然后身体成僵硬状态，已经动不了了，基本上。民警们一边尝试营救，一边高声询问着落水老人的身体情况，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他保持意识的清醒。就在这时，民警发现老人有渐渐向下滑的趋势。如果这时候老人失去意识，扒不住冰面，被水冲走，那几乎就不再有救援的机会了。如果他一直扒在那儿，他如果突然间扒不住怎么办？我们就根本没办法，那不只能眼瞅他就消失了。正当大家都在为老人的处境担心的时候，扑通一声，杜浩鹏直接跳入了水中。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想着跳下去能够在水里跟他汇合，然后如果能在水里把他拖上冰面，就在水里把他拖上冰面，如果在水里拖不上去，就尝试把这个警戒带缠到他身上把他拉上去。真的是冷冷的水跳下去了。杜浩鹏说，当时他坚信自己跳下去能够把老人救上来，可是跳入水中的一瞬间，杜浩鹏就意识到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。他还没开始游向老人，就感觉水下的暗流让他渐渐失去方向感。一下去我就觉得就是身上就像针扎一样，不像在游泳池游泳，因为游泳池可能水相对暖和一些，你进去你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感，你知道你在朝哪个方向游。在冰水里一下去你就没有方向感了，一下去这个棉服和棉裤就透了嘛，它因为透得很沉，它还有一股力把你往下拽。
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，吴鹏和张修成也随即跳了下去。他们三个下去的那一瞬间，我当时是其实心里是比较慌的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冬天，而且穿着衣服你掉河里了是非常危险的，很有可能自己都上不来那种。张修成说，当时他希望可以在水下配合杜浩鹏一起营救老人。我感觉怎么的，我们三个人应该是也能把这个群众给能救上去。通过对水流速度的分析以及对老人落水位置的观察，杜浩鹏试图通过水下救助的方案很难实现，于是他们决定先离开水面。当他们扒上冰面时，意外又发生了。我当时是往上上去的时候吧，因为你两个手得支着这个冰面，裂了，就裂了一次。我们这刚要伸手，嘎又下去了，又下去了之后，然后他们又往前一扒，来把引棒行了，再往回，没事，来拽棍子，拽住啊，往上，棍子，往上。终于在其他民警的帮助下，三位民警顺利离开了水面。这时候，在场的民警想到了新的解救方案，将警戒带抛投给河对面的三位热心市民，双方一起用力，让警戒带尽量靠近老人。对面有这个报警的那个群众嘛，然后我们尝试着就是把警戒带抛投给他们，然后我们两边抓着这警戒带，往落水群众那儿一点一点靠，完最后靠到落水群众身上，使劲想着那股绳怎么缠，用那股力把这个绳缠到他的小臂上。对对对，还需要救援。快，拽试试，哎，拽试试。然后一缠以后，我们就往我们这边和这岸上，就我们仨，他们也配合，对面也配合，拽过来以后，全身就后边有点不行了，都有点那呛水了，真的咔嚓一下就连人带冰就走下去了，在里头待一分钟就一分钟危险。他趴在那个冰面塌了一块，我趴这块咕噜噜响的，就要塌了。他一直扒在那儿，他如果突然间扒不住怎么办？我们就根本没办法，那只能眼瞅他就消失了。对，你慢慢往上走，蹬腿。落水的老人姓吴，回忆起当天落水时的情景，他仍心有余悸。慢点。我就想着过年这些大伙不都得，都得为我操心吗？吴大爷回忆说，2月5号晚上，因为天气太寒冷，风又大，想早点到家，就走了冰面。就在出事的前几天，他还在这个冰面上来回走过几次，所以落水时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我是寻回家抄近道，冰就咔嚓一下就连人带冰就走下来了。我这个1.8米，他一下去我这一探手都摸不着水面，我一穿就抓着那个冰了，哎，抓不着那个冰我就完了。就吴大爷说，当时他也曾想过将周围的冰面砸开游到岸边，可是身上的衣服一直把他往下拖，他根本用不上力。我就怕给我冲走，再一冲走前面就他们那边前面就全是冰了，没有漏水的地方了，你要冲到冰里头，你就想活你就活不了。在民警与热心群众的配合下，终于将吴大爷救了上来。一旁等待的120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迅速将吴大爷送往医院。一上来就这个意识就不清醒了，一个是冻的，说话也不利索了，再说心里也就放松了。当时就是感触挺深的，这警察这不顾自己的生命去救人家是吧。看着吴大爷被安全送上了救护车，民警们悬着的心才放下。杜浩鹏说，走回警车的路上虽然很冷，但心情激动的他们还不忘调侃着彼此僵硬的走路姿势。走过去挺有意思的，因为我看着嘛，我两个同事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走，
就我们仨走的都是僵硬的，就是腿直不了，回不了弯，挪着腿，完了上身，胳膊有没有太大的幅度，就是跟机器人一样一路走回去的。然后上车也是，上车就是我们坐后面的腿是自己进不去的，我们搬着大腿，两条腿一条一条搬到车里，给它窝着，完了坐进去的。动是动了的，但是人肯定是救上来了，就是一路就是有说有笑，真的是有说有笑。开车回去我们还在聊这个过程呢。当时这个心中的喜悦也掩盖了那个身体的寒冷吧。回到派出所的他们才发现，三个人的手机已经全部进水了。我把他那身衣服拿回来以后，那棉裤我拧都拧不动，搁洗衣机里都甩不动。最后没招了，我搭到凳子，让他一点点阴干。全湿的透透。我爸我妈挺心疼的，因为我家还住的比较远，他俩第一时间开车很快就赶过来了，跟我说这个事儿，说咱们寻思怎么不想一下呢，多危险。他给我打电话，他让我给他送衣服去，他说我衣服湿了。我当时寻思暖气管子什么漏水了呢。杜浩鹏的母亲邹丽萍说，自己从派出所出来后就像丢了魂似的，在回家的路上他尽量让自己不去想象儿子当时在河里救人的情景。我还是倒是挺还是希望孩子多发挥一下正能量。这是军中这是服装在这呢，这是警服在这呢，你遇到出警呢，他可能吗？不可能，必须义无反顾的，因为你的职业在呢。邹丽萍说他的儿子他最了解，从儿子第一天穿警服回来时的样子，他就看出了这份工作对儿子的意义。尤其他刚考上这个人民警察，你想想，穿上军装的时候回来呢，反正一进哇咔，怎么样，精不精神，挺自豪的感觉。邹丽萍知道，这身警服对儿子杜浩鹏来说承载着荣耀与责任。如果下次有特殊情况，儿子还是会义无反顾去救人。